等会呢，我要先看看大家够不够热情，我们皮卡丘团员出来哦。同样的，我要分左边跟右边，我们来个小小的比。太好了，我们可爱皮卡丘即将要登场了。但在登场之前呢，我们有个小小的手势要交给大家，因为是舌头了哦。我们不是做鬼脸哦，请大家不要做鬼脸哦。好，首先呢，跟着中指跟大拇指连在一起。真的？对，但是无名指跟大拇指连在一起。没错，皮卡丘的耳朵已经出来了。皮卡丘的手势，等会在演出进行当中，把这手势举起来，让我们可爱皮卡丘看到大家，他就全场的开心。
张摆上的身体，可以看看，可以摇，很好，看看多少朋友会在大力摇。
啊！